长吗？是。哎，你好。你好。感恩师傅。感恩。能帮我看一下吗？我是87年属兔的。学佛了没有啊？啊？学佛了没有？还没有。呵呵呵呵。你不念经不学佛，我怎么帮你看呢？一看看出你身上的鬼啊、灵性啊、毛病啊，都跑到我这儿来了。你现在要说你要念经的，你不念经，我不给你看的。啊、哦，那你念吗？你念不念？你不念的话，我根本不能帮你看的，因为你要知道你身上有不好的东西。如果我给你看出来了，他你又不念经，他就只能找我了，我就帮人家背了。听得懂吗？师傅，我也是偶然就是听到你的电台啊，完了吗？就是说对呀、啊，所以你要念经的。我现在讲，我现在讲你两点，好吧？嗯，我现在讲你两点，好吧？第一，嗯，你的一辈子，你这个人对人家很好，人家对你不好的，嗯，对不对啊？嗯。第二，你这个人胆子小得不得了，什么东西都怕。跟人家多接触啦，啊，讲话啦要当心啦，啊，做人要当心啦。我告诉你，非常非常的这个谨慎，谨慎不是件坏事，但是影响了你的前途，所以你的前途不好，明白了吗？嗯。啊，还要听吗？鼻子不好，鼻子、鼻炎，还有咽喉不舒服。嗯。啊，肠胃不好。嗯。明白了吗？今天你第一次，我帮你看看这个，我身上有没有灵性，我也不给你看。师傅能帮我看看事业和感情吗？我告诉你，你的感情运就是最后命运，就是你对人家再好，人家你会是你的命运当中会给人家甩过大的两次，听懂了吗？嗯。你的感情运你会很痛苦的，就是这么简单、嗯、啊！所以你不要去找漂亮的。有什么意思啊？嗯，你要找个良心好的，你自己实力又不够，你去找什么好看的？嗯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讲话又比较文雅啊！你看看现在的女孩子，个个都是能文能武的，文的就是骗你，武的就是揍你。那倒不至于。听得懂吗？嗯，好好修啦，真的。我告诉你，能不能帮我看看事业呀、啊？你事业不行呀，就告诉你很简单呀，阻碍大大的。你几几年属什么的？几几年属什么？87年属兔的。哎呦，他糊涂。每件事情都想做好，每件事情到了后来就不行了。听懂了吗？嗯，听懂了。啊，你自己好好的要念经的，你不念大悲咒，你没有力量。你这个人说话人家都不听你的、嗯、你没力量，你不念心经你没有智慧，你大悲咒心经一定要念，你不念经的话我告诉你，你就是算算命就可以，不要用不着找我的，因为我是专门帮人家改变命运的，听得懂吗？嗯，听得懂。你要念经要修心你就会改变，你否则你就老这么窝囊窝囊窝囊窝下去吧。你我不窝囊啊呀。你不问那就不要跟我打电话了，好吧？就很简单的，你自己在骗自己有什么意思啊？一个人一辈子骗他妈自己骗到今天了，还要骗自己，没有意思的。做人要懂得怎么样那个心怀坦荡，怎么样来改变自己，听得懂吗？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愿意跟那些不修心的人帮他们看图腾的原因。因为你连自己都不敢面对自己，这种人你说事业会好的，前途会好的，整天靠着说谎吹牛，哎呦，来掩饰自己，你说他能修得好吗？好好听话了孩子们，真的，嗯，真的没有意思。你在我真人面前最好不莫说假话，你要在外面的那种假人面前你随便你说，你在台长面前你就是好好的要改变自己就可以了，听得懂了吗？嗯嗯，自己好好的念经，我就劝你念三个经，还有不要吃活的海鲜。